所以我总提醒你们，我总提醒你们不要爱上我。现在问咱这有女友粉了吗？我有女友粉，我真有女友粉。我前两天是问谁呀、啊？我忘了我问谁了。我问谁我不方便说吧。我说你不能是我女友粉吧？他说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什么粉？我就不说是谁了啊。不告诉你们，你自己想象的女友粉吧。问，我有妄想症是吧？我有妄想症是吧？我跟你讲，真的会有人喜欢我，好不啦？真的会有人喜欢我，好不啦？你对我温柔点，这个有可能吗？嗯，我对你们不温柔吗？那以后就是以后就这么跟大家说话的话，我会不会就会拥有很多女友粉了呀？你可以骂我两句吗？是什么癖好？什么癖好？